所以他这里讲说，有人啊，就导师提出一个疑问啊，那为什么要闻法呢？不是佛法最重要，不是要修行吗？听那么多做什么？知道那么多做什么？啊，所知障啊，听法有什么用啊？这个是很多人的一个误会啊。所以有一些人会觉得，安顺导师都够修行，安顺导师学问娘娘，他有学问而已，他根本就没修行。他的意思就是修行就是什么？打坐可以坐很久，持戒持到很精严，苦行那个叫做修行，不对。什么叫做有修行？修行不是一坐可以坐好几天，有神通都是修行。提婆达多也有禅定啊，提婆达多也有神通啊，提婆达多也修苦行啊，可是他后来堕三恶道。那有一些在家弟子，甚至没有神通，没有苦行，甚至也没有禅定，可是他得出果恶果，他不堕三恶道了。所以修行，什么叫修行？修行的重，修行的核心是什么？它的要义是什么？出家修行，出家叫沙门嘛。沙门的意思是什么？勤修戒定慧，要去干什么？洗练什么？贪嗔痴。所以修行的定义是断烦恼叫修行，调伏烦恼叫修行，不起烦恼叫修行。修行就近，把烦恼完全断除，叫做修行成就。这个叫修行啊，不是你一坐可以坐很久，可以入定好几天，不是你可以神通，可以知道三世因果，那个是神通，那个只是修行所附带的。真正的修行是，你能够发现烦恼，你能够控制烦恼，你能够调伏烦恼，你能够断除烦恼。看你有没有烦恼，看你有没有修行，不是看你会不会变，看你能不能讲，看你会不会唱，看你能不能吃苦，不是看这个，这些都是帮助你调伏烦恼的。修行四个次第，第一个你要先发现烦恼，第二个你要能够控制你的烦恼，第三个你要能够调伏你的烦恼，第四个你要能够断除你的烦恼，把烦恼断除就近，叫做阿罗汉，叫做无学。你自己再进一步，不但解决自己的烦恼，还能够有力量、有方便、有智慧解决别人的烦恼，自解决它，叫做佛。有的阿罗汉也没神通啊，有的阿罗汉不一定有很深的禅定，可以入定好几天，没有啊，不一定有啊。会解脱阿罗汉是没有神通的，他的定不怎么高的，他也不一定修苦行啊，但是他少欲知足啊。他不一定过得很刻苦啊，没有啊，不一定是陀陀行啊，陀陀行是大家设，不是每个人陀陀行啊，也不一定都有神通啊，没有啊。所以修行并不是一般人的修行就看在外表，哦，当然眼观鼻，鼻观心，然后刻苦修行，持戒穿破衣服，然后吃人家不要吃的，然后每天在做工，然后这个叫做修行，不是啊。这个也是修行的方法，它是要调伏你的内心嘛，这是调伏你的烦恼嘛。因为你贪吃，所以就让你吃差一点，让你去除贪吃的烦恼嘛。因为你贪这个身体嘛，就让你穿破衣，让你不要执着这个对物质的无欲的懒惰嘛。这个是调伏，但是你对无欲不懒惰，你懒惰其他的也是懒惰啊。你重点是你不能调伏你的烦恼啊，你内心贪啊，可是你外表表现不贪，可是你内心实在贪啊，所以你根本就察觉不到你自己的烦恼，你怎么修行？你察觉不到你自己的烦恼，你怎么断除你的烦恼？我问你，你不要说断除啊，你要先控制你的烦恼，你连控制你的烦恼都不会，你会诵经又怎么样？你会打坐又怎么样？你到最后还是生死啊，因为你是依烦恼而生死的，而轮回的啊。你不是看你能够做多久，看你能够持戒，你就不生死啊？没有啊。所以修行就是什么？就是对治烦恼，勤修戒定慧。戒定慧是为了对治贪嗔痴。如果你的戒定慧对治不了贪嗔痴，那你的戒定慧没有用啊。
你家里那么多黄金换不了换面包吃，还是要饿死啊？还不是一样？有用吗？没有用啊！你那么多土地，那你就死在你的土地上面啊！养不活，养活不了自己啊，有什么用？所以，修行，他你拥有的这些能力，都是为了要调伏你的烦恼，断除你的烦恼。要断除烦恼之前，要先调伏；要调伏烦恼之前，要先控制。要控制你的烦恼，你要先知道什么是烦恼，我有哪些烦恼。你有什么烦恼你都不知道，你怎么控制它？最常见的就是啊，这又不是我的错。起嗔心是自然的，起贪心是应该的，那大家都这样。所以你起烦恼也是应该的，也没有问题。你根本就不认为你有错，你根本就不认为你有病，你不会吃药，你根本就不认为你有烦恼是你的错，所以你也不会去对治它，你不会想要去消除它，甚至你还保留它，还壮大它，你还炫耀它。你看那个人被我骂了之后，被我打了之后，以后看到我都闪到远远的。你为你的嗔心感到光荣，你为你的贪心感到光荣。我问你，你怎么修行？你的烦恼不断在像火不断在烧，越烧越旺，贪心嗔心越烧越旺。你打坐可以坐很久，你念经可以念很久，你可以日中一时，可以过午不食，甚至可以一马一慢，那又怎样？那也是要轮回啊，也是要生死，也是那也是烦恼啊，没有意义。我们不是说做这些没有用，而是说他做这些的目的是什么？做这些的目的是为什么？就是为了要降服我们的烦恼。所以真正的修行，真正的修行，你打坐是为了训练你调伏自心的能力。心就是专注嘛，专注就是不受这些根尘，是心不攀缘嘛，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嘛。他就是要怎么样？要训练你心调伏烦恼的能力，不起烦恼。智慧不起烦恼，定可以调伏烦恼，戒可以防护烦恼，让烦恼不进来，可以离烦恼远一点，防微杜渐嘛，防护烦恼。定可以调伏烦恼，控制烦恼，慧可以断除烦恼，戒定慧都是为了烦恼啊。贪嗔烦恼就三大类嘛，贪嗔痴嘛，所以勤修戒定慧是为了熄灭贪嗔痴。所以什么叫修行？修行就是看你有没有贪嗔痴嘛，就简单就是这样而已嘛。所以听法有什么用？听法第一课要先分别，你有什么烦恼？你根本就不听法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烦恼，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烦恼，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解决什么烦恼。那我问你，那你怎么修行？你的修行不过就是盲修瞎练。所以他这里讲，他说。他导师现在在解决这个问题，他说：“难道你不知道《楞严会上阿难尊者一向多闻未全道理？就是阿难不是也听很多吗？阿难听的那么多，不是也没什么用吗？那好，那听经有什么用？听到像阿难那么多佛法如大海，犹如阿难心，像阿难那么多又有什么用？还不是一样没用？阿难最少也正出国啊。但是阿难的问题不在于多闻，而在于一向多闻。”阿难还有摩登伽女之难呢、啊？那不，阿难有摩登伽女之难，这个在很多经典律里面都有记载。但是我们熟悉的是《楞严经》的版本，《楞严经》的已经是戏剧化的东西了。《楞严经》讲的已经是我们说加油添醋的很多东西了，就是把它写的比较戏剧化，有那个戏剧张力。记载这件事的有很多，大概有十几部经律都有记载，但是没有讲到像《楞严经》这样，啊，来自于用楞严咒，也有说用咒去救的，也有，有几部经典讲到，但是不是像《楞严咒》那《楞严咒》很长哎，非常长。那有一本经叫做啊《摩登伽经》，啊，他只讲到也讲这个先天犯咒啊，这摩登伽有两种说法，一种是。
摩登伽女就是摩登伽的女儿，那这是她妈妈的名字叫摩登伽，那摩登伽的女儿，一种是摩登伽是一种种姓的名字，旃陀罗种姓比较低下种姓的这个女人叫做摩登伽女，啊，就是旃陀罗女意思一样，这两种解释，啊，不管，啊，反正就是说阿难遇到摩登伽女，那差一点就破功破戒了，啊，那楞严经的说法就是佛知道了。楞严经是这样，我们稍微，因为有些人没看过楞严经啊，稍微讲一下，就是说，这个波斯匿王啊，要供佛，请佛应供。那阿难因为之前答应去其他的地方，所以没有参加。那回来也参加不上，就在路上就托钵。那托钵的时候啊，就遇到摩登伽女。那摩登伽女看见阿难非常喜欢，啊，非常喜欢。那么回去就跟他妈妈讲，他一定要嫁给阿难，那这个要不然他就是要自杀，就是类似这样。然后这个摩登伽女他妈妈就交给他那个现身犯咒，就是一种咒，然后就迷惑阿难。这个摩登伽的妈妈啊，念了这个咒之后，然后这个阿难就不知不觉啊，就跟着就到摩登伽女的家里面，然后就摩登伽女啊，这个非常喜欢阿难，看到就抱着他，然后阿难眼看就要啊，就要被侵犯了啊，类似像这样。那这个时候阿难，这个时候佛陀知道了，回来啊，从波斯匿王那边应供回来啊，知道了，就开始念咒，念咒。然后念完了之后，就叫文殊菩萨持这个楞严咒去救阿难，然后文殊菩萨就用楞严咒把阿难救回来啊。楞严经大概是这么样的意思啊。啊，楞严咒很长的，楞严咒念完要快，念完那个快大概要大悲咒就已经开了，大概念大概快一点要十几分钟有了。啊，楞严咒哦，楞严咒五会呢，啊，非常长。啊，这个是楞严经的版本。那如果是有一本经叫做《摩登伽经》哦，它就不是这样。他也是念咒，可是他咒很短的，我会把它抄起来。他念什么呢？啊，他说念CTD、阿朱滴、阿尼滴，就三句话而已。啊，就把阿难救回来了。啊，但是还有很多的版本，有的没念咒，有的没念咒。啊，只是释迦牟尼佛发诚实语，然后阿难就救回来了。啊，这有很多种。那楞严经这种版本是比较，我们说比较戏剧张力的。啊，就比如说。就是加了很多东西，加的，其实他是要告诉我们，他就告诉你，不能只是靠多闻，啊，你还要真实去修行，啊，那是这样。好，那所以导师说，我们稍微知道这个典故就可以了，啊，那还有其实很多经律都有记载，但不都是像楞严经讲的这个样子，啊，那很多人误会楞严经，啊，我们稍微讲一下楞严经好了，很多人误会。楞严经的重点呢，后来很多人都放在，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讲。楞严经的重点，很多人都放在哪里？放在楞严咒上面。啊，说念的楞严咒怎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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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，啊，其实原始的版本没有这样的，你看它有咒也很短，或者甚至没有咒。那咒语这个东西，我们后来再来讨论。那楞严经的重点，楞严经的重点依然跟这个文思修是一样的。依文思修入沙摩地，一样啊，楞严经讲的啊。它的重点哪里呢？就一个数字就可以标，就是楞严经的重点不在楞严咒，楞严经的重点不在楞严咒，啊，也不在那个楞严法啊，要大白雪山的这个牛粪啊，挖九土深的地啊，那筑什么楞严坛啊，不在那里，在什么？在文思修，楞严经的重点一定要在文思修，戒定慧，一戒定慧，文殊认了戒定慧，那解脱啊，如果我们讲解脱是楞严，这个是解脱的话。啊，解脱，然后楞严经的重点就一组数字而已啊。楞严经整部楞严经的重点，这个三就是戒定慧，一戒定慧，三无漏学。楞严经的重点其实是在跟我们讲，我们要一戒定慧，一样嘛，刚才讲什么？勤修戒定慧，勤念什么？贪嗔痴。那戒好，那这个戒三无漏学，我们先看啊，一会啊，戒
四种清净名分。楞严经讲四种清净名分：杀心不除，尘不可出；偷心不除，尘不可出；淫心不除，尘不可出。一样，杀盗淫妄，四种清净名分。这个是戒，四种清净名分。一组数字就把楞严经的重点全部了解了。我们看，当然他一开始不是讲戒，他一开始是讲什么？讲这个慧，一开始是讲慧，七处真心，八不还见，讲这个。那我们后面再来讲，就讲慧，八不还见，四种清净名分，不是这个慧，讲错了。四种清净名分，然后接下来是定，定讲什么？讲二十五圆通，二十五圆通，就二十五种菩萨，各自讲到圆通，二十五圆通就是二十五种修定的方法。这里面主要是什么？圆通是定慧相续，但主要是你摄心的方法。主要是观音的耳根圆通跟大势菩萨的念佛圆通，是二十五种修行方法，二十五圆通。那二十五圆通修定的时候，你修行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境界，你要有智慧，懂得去分别。那这个是什么？五十因果。什么叫五十因魔？因就是五因，五蕴啊，就是你透过修行之后，会有一些身心的变化，会有一些特异功能，会有一些身心的变化，你要懂得分别，你不要随着这些身心变化执着上了，被人天线坏掉有个没有的，若做圣解即受群贤啊，你要懂得分别啊，你不要随着这些境界转了。这些是善境界，但是若做圣解即受群贤啊，就是你会走火入魔，所以你要懂得分别这些身心的境界。那这个是五十因魔，然后讲什么？慧在哪里？七处真心八不还见，七处真心八不还见。我告诉你，你只要背这组数字，楞严经的重点就背起来了，真的。五十因魔，然后七处真心，这个是慧。心在什么地方？八不还见。这个见性啊，这个心在什么地方？重点就是，其实告诉你无我的啦。你解脱的关键在我见，无我。你怎么证得无我？那我是什么？即蕴我、离蕴我，它基本上就三个嘛。七处真心基本上其实就是即蕴我、离蕴我不相在，非即蕴我、非离蕴我不相在，心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间。大概就是什么？无蕴就是我，离开无蕴有我，无蕴当下就是我，无蕴中间有我，我在无蕴中，无蕴在我中，就是大概这样。就是佛法的无我观大概就是这样。那它其实就是从这个地方去让你理解七处真心八不还见那个见性啊，三十岁时候再到那个河，三次看到那个河那个见性啊。但是楞严经本来就是比较属于正常无性的东西啊，但是他的修行层次，他基本上就界定位啊，七处真心八不还见啊，你这组数字拿背起来，大概就这样啊，就很简单啊，03425507八，楞严经的重点就在这里，他重点就在界定位，一闻思修入三摩地啊，一界定位。趋向解脱，大概就这样。因界生天，因定发慧，一慧啊得无漏。那一样是不离闻思修，然后得界定慧。好，那后面也有讲嘛，他讲阿赖一向多闻，后面有讲的无闻比丘嘛，就是你要连闻都没有，他后来说哪里多恶道善心比丘嘛，啊，这个我们等下再来讲，后面有讲到，所以。他的重点还是什么？他不是，他这里讲不是说，好，我们看阿难的问题，阿难的问题
不是在多闻，而是在一向多闻。一向多闻就是什么？只有多闻啊，只有多闻。很多不是啊，后面还有思，还有修啊。你如果只是多闻，那也只是知识而已啊。就好像你亲近善知识，你没有听闻正法，那你亲近善知识作用不大。你听闻正法，你没有如理思维，你的正法你没有，就像你吃东西吃了很多没消化，也不能转成营养啊。你那卡路里都没有消化，你吃是有吃没有错啊，可是你就没有消化就没有用啊。你药是有吃就没有药效啊，没有用意啊，没有意义啊，一样啊。所以它重点不是在多闻，而是在它只有多闻，就是一向多闻。所以闻法有没有作用？闻法有作用，修行第一个要闻法。那你不闻法，你连佛法是什么都不知道。所以现在的佛教徒可怜就是这样。我们常常讲嘛，都是因为什么无知而犯罪的嘛，无知而造业的嘛，因为无知而受苦的嘛。那你知道了，你年龄还没长大，因为无力的那个还情有可原，很多都是因为无知啊。哎，无知又不学习，学习又不把它学好，所以儒家有讲嘛，有福学，学之弗能，弗错也。我一定要学习，要不就不学，我学就一定要把它学到好，学到会。这个是很重要的，佛教徒都没有这种观念，不学习啊，要拜忏的啦，要诵经的啦，法会的一大堆，要听经的哦，大家觉得浪费时间。那到底是谁在浪费生命、浪费时间、浪费佛法啊？这个有些人搞不清楚啊，我烦恼来了，他没办法，一直在靠佛。啊、我们再往底下看，所以他说。阿难的问题不在于多闻，而在于一向多闻，就是只有多闻啊，你不能只有多闻啊，而并不是多闻，并不是闻啊，一切圣典都说修学佛法，非闻法不可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现在的人忽略了佛教徒，听经的真的是没几个。今天如果要办一个法会，然后就说可以消灾啊，就很多人，为什么？大家习惯了，从明清以来都习惯这样做，都习惯这样做。那么仿佛参加了一场法会，就得到佛菩萨的加冕、祝福、加持。不是啊，真的是知一子法一子，莫一一子啊！很多人不知道，不知道为什么啊？那所以佛教徒那么多，知道佛法的那么少。那知道的佛法那么多，得到佛法利益的那么少，问题就在闻思修善。所以，如果什么都不闻，怎么会知道了生脱死？你怎么知道？如果你怎么知道有解脱？还不是要你听我讲？就算你要念佛，你也要知道，也有人跟你讲啊，不然你怎么知道念佛？你怎么知道念阿弥陀佛？你怎么知道念阿弥陀佛会往生？也是要听啊。就算你要念佛，也是要听啊。到后来，佛教齐行发展，一经、一咒、一佛号、一个话筒，就变成这样，什么都没有。禅宗的变成只有一句话筒，净土宗的变成只有一句佛号，天台宗传到日本去，日莲宗变成。只念南无妙法莲华经就可以成佛，他只是念南无妙法经就可以成佛了。那么这个都变成后来一经一咒一句佛号一句话头，那么就变成佛法的核心了。哪里是这样？修行不是这样的啦，修行都是有次第的啦，有方法的啦，有理论的啦。在实践之前都是有理论的、啊、那所以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，怎么知道要解脱？怎么知道要出离轮回？你怎么知道你在轮回？怎么知道有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？你什么都不听，至少你这个知道要念佛也是去听来的吧？那你既然听了知道要念佛，你为什么不听清楚？不听详细？不听明白？不听完整？你怎么不把它听完整呢？你怎么不听听
阿弥陀佛到底是怎么成佛的？天天阿弥陀佛到底是怎么修行的？天天无量寿经到底跟你讲了些什么？那你就是想，你只要在家里好好念佛就好了，就可以了生脱死啊。你既然要听，怎么不听完整呢？怎么不听正确呢？怎么不听详细呢？怎么不听明白呢？你如果没有听，你怎么知道念佛？你怎么知道极乐世界？不知道啊。你怎么知道往生极乐世界要做什么？所以他说，怎么知道有向上一走？向上一走就是什么？禅宗的啦。那知道有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净土宗的，因为净土宗到最后只剩下一句佛号，禅宗到最后只剩下一句话头，麻烦了，什么都不知道，那以为这样就是修行。向上一走就是最究竟的真理是什么？就是最，他这里讲怎么知道这是佛教正法，禅宗是向上一走，就是最究竟的真理，啊，最高的真理。那所以，如一切都不听不闻，连皈依三宝也不会。你不知道，你根本连进佛门都没有。你进佛门还不是天来的，还不是告诉你，你知道佛法的好处在哪里？那你会念佛，还不就是你是听来的？你会禅宗，会参话筒，还不是听来的？那你怎么可以说不用听，不用知道那么多？你不是自欺欺人吗？所以啊，现在告诉你，闻法的功德在哪里？重点一定要闻法。佛教从明清以来，你知道法会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吗？法会开始流行是从宋朝时候，那宋朝时候开始，偏安江南，南宋、北宋啊，南宋偏安江南，他开始战争很多，开始很多皇宫啊都在做法会，后来就变成以法会为主了。那佛陀时代，什么叫法会？佛陀说《金刚经》，很多人来听《金刚经》叫金刚法会。佛陀在讲经，大家来听，这个叫法会。金刚法会就是佛陀讲《金刚经》，很多人在那边听嘛。弥陀法会就是佛陀讲《弥陀经》，大家在那边听嘛。法华法会就是什么？佛陀讲《法华经》，大家在那边听，这个叫法会。像我们现在讲经，然后听，那叫做法会。那后来就不是了，变成诵经是法会了。听经不是啊，我要参加法会，所以我要去哪里诵经？就是变成这样啊，就开始变了。原来没有啊，原来哪有什么诵经？原来就是有讲经啊，没有诵经啊。佛讲什么你去听，听佛讲的道理，听怎么修行，怎么解脱，怎么降伏烦恼，怎么升天，怎么修福报。这个叫参加法会，参加天法的聚会。后来法会就变成什么？后来法会就变成大家一起去诵经，诵完了只是感觉良好，那也没有什么收获。你回来了，你烦恼依然烦恼，问题依然问题，你还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烦恼，也不知道要解决自己的烦恼，不知道还是不知道，你也不知道怎么修行。你认为诵经就是修行，念佛就是修行，持咒就是修行，参话头就是修行，你认为这个就是所有的修行啊？不对，不是的。修行是有方法、有次第、有原理的，有个目的地，你知道的。那这个是后来佛教奇行的发展。所以假设一切都不听不闻，连皈依三宝都不会了。好，那我们来看。现在讲闻法的功德，闻法的功德这里讲有四种，有四种。有闻知诸法，有闻遮众恶，有闻断无义，有闻得涅槃。就是闻法的功德有四个，一个知诸法，一个遮众恶，一个断无义，一个得涅槃。好，那么重点是在得涅槃。那得涅槃之前，你要证得涅槃，涅槃就是解脱嘛，涅槃就是没有烦恼的境界的，没有烦恼的境界就是涅槃。
去除一切的烦恼，一切的苦，熄灭一切的苦，一切的烦恼，叫涅槃。他怎么得涅槃呢？就是变成你要先了解知诸法，然后要遮众恶，就是断恶修善，然后还要怎么样断无欲，就是不要做那些无欲的事啊。那前面就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然后自尽其意，那么你就可以得解脱，基本上是这样的。好，我们来看，这是圣典中赞叹闻法的功德颂，就是具记的，就是赞叹闻法功德的记诵，可说是佛法中一切功德都由闻法而来。那么我们要修行，一定要先知道怎么修行，修行的原理是什么。如果你不知道，那你就像你要来这里，你也要先知道这里在哪里，要走什么路来啊？你都不知道你要怎么来，一样的道理啊。所以修行的一切功德都是从闻法而来。说到闻法，龙树菩萨说由三处闻，就是你要知道真理，你要知道怎么解决问题，知道为什么会有痛苦，知道怎么解决痛苦。那第一个从佛，从佛闻法；第二个从佛弟子闻法；第三个从经典。那从佛及弟子闻法是亲闻语言的开始，所以经上说此方真教主清净在焉缘。因为我们这边主要闻法是用听的，印度是这样子的。那印度因为以前没有书，以前没有书是吠陀经的传统，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有四种阶级，那四种阶级里面有一种手陀罗的不可以给他看到，所以那一些神圣的语言哦，不能够写在纸上，要口传，确定你是可以传的，你不是那个手陀罗的，那你就好像秘方一样，那传到可以给你的。所以那个时候即使他们可以写，他们也不写。中国不是啊，中国一开始就很重文字啊，这个都是写下来的、啊。印度没有，印度都是口传的。那中国很多都是，包括孔子那个时代就竹书，就写在竹子上面的啊，或者刻在石头上面的、啊。印度没有啊，印度一开始都没有的，都是用口传的、啊，因为不能写，你写了到这个给手陀罗看到了，或是给不该看到的人看到了，所以他们都是用口传的，一直到佛陀灭后还都是口传的，佛法还都是口传的。所以这个是他们原来的传统，那就是吠陀经的传，婆罗门的传统本来是这样，那就是你来了，那我觉得你可以，我再教给你，那你也不能随便教的，是这样子的，所以都变成，所以后来才会变成所谓这讲，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，都它基本上不靠文字，靠声音，那声音一定要人家跟你讲，所以阿含经也都是辗转传来的。不是传来的吗？这个传主要是口耳相传，而不是啊，我这本书拿给你辗转相，就是这种书啊，这拿给你看，拿给你拿去印，不是这样，以前没有。孔子时代就有那个竹简的，竹书纪简，那有些很多都是写在那个竹子上面的。那但是印度佛陀那时代是没有，这些经文是不记载，不可以写的。那所以释迦佛涅槃后，我们只能从佛弟子闻法。这样，我们先来看这个闻思修重点在清净善事。那清净善事，你看哦，所以老师说这个一切都以经文正法为主，但是阿含经里面讲善知识是修道的全真因缘，因为你只有善知识才从善知识那边听闻佛法。你没有其他的方法，你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听闻佛法。到龙树那个时代，已经有经书了，所以即使你没有人跟你讲，你自己看书也会知道。那龙树之前在佛陀那个时代没有，你只能依善知识听闻佛法。
所以善知识是修道的全根因缘。那清净善知识是依止佛跟僧，佛陀时代是佛跟佛弟子。那如果僧的话，就有菩萨僧跟声闻僧。声闻僧跟你讲解脱道，菩萨跟你讲菩萨道，佛就看你需要什么跟你讲什么。然后，所以清净善事是为了听闻正法。那很多人清净善事不是为了听闻正法，很多人就是哦，这个大师大师，然后就供养大师，然后跟在大师一起拍照，跟大师一起吃饭，然后就光荣无比，然后回去一样烦恼一堆，没有意义啊！真的，有的人千里迢迢哦，到印度去跟大宝合照一张相，哦，回来高兴得不得了，你起码好歹要先问呢，你有什么烦恼要怎么解决？那人家是怎么修行？祈祷要学一点嘛。没有哦，就去那边吃个饭、拍个照啊，献个哈达，就高兴得不得了。那有什么意义？那没有意义啊，那意义不大，你知道吗？就算现在佛现在还在，那你跟佛吃饭又怎么样？你供养佛又怎么样？问题要你要依法修行啊。提婆达多还跟佛出家嘞，是不是？还不是一样堕地狱？善心比丘也是佛弟子啊，也一样堕地狱啊。那你见到佛又怎么样？就重点你是，你去都去了那么远了，你也好歹也看见自己有什么问题，问问你的问题不能解决，问问人家那个有智慧的、知道佛法的，那么帮你解决，是不是？我心中有一个困难，我有个问题啊啊。我想休息，我不知道到底要从哪里下手，给你个下手处嘛，给你个指引嘛，你这样去才有意义啊。但很多人都不是啊，哦，你看我跟大宝还照相，跟大宝还照相又怎么样？对不对？没有怎么样啊。问题是你得到什么？你学到什么？你让这张照相烧掉了，他就保证你不堕三恶道？他没有啊，没有啊。你看大宝，他如果起一个法名，那又怎么样？问题是你没有法，但是有法名有什么用？对不对？所以至少你要亲近善知识，你要跟他学习啊。大宝很慈悲，很有智慧，哪里有智慧，哪里慈悲，表现在哪里？你回来设座了啊，我要跟大宝王学习啊，就是平等看待一切众生啊。他虽然那么有智慧，可是他一点也没有慢心。这个给你受用，你回来你可以学嘛。或是你受他影响，那么也不断在向上，这才有用啊。千里迢迢跑到印度啊，去亲近达赖喇嘛，亲近大宝法王，结果只是亲近他的身体，没有亲近他的法，只是跟他靠在一起照个相，叫做亲近。不是啊，亲近是依法修行，是要听法，叫做亲近啊。学习他的长处，学习他的优点，学习他可以带给你改变的地方，可以让你生命升华，这个才是重点啊。所以清净善事是为了听闻正法，听闻正法我们后面会讲，是为了你要把这些正法听清楚、听明白、听详细，你不要自己想自己对啊。那么详细清楚明白了之后，依法修行了，它是一个这样的次第啊，缺一不可啊。那有些人这个都不用啊，直接就修行了，只是听一句话一句之后就开始修行了。他甚至都不了解这么修行原理是什么，为什么这么修行，得到什么，哪些要注意的，他不知道，完全不知道。然后就认为这样就是修行，不对啊。所以他有一个完整的次第。所以他这里讲十方诸佛、药师佛、阿弥陀佛现在在说法，但对于此时此地的我们，除非已经闻法修行到相当程度，是不可能亲临佛说的。你没有办法直接，佛已经灭度了嘛，他这个时候还没有佛嘛，下一尊佛还没来嘛，下一尊佛弥勒佛还没成佛，现在还没有弥勒佛，现在没有弥勒佛，现在只有弥勒菩萨，他还没有成佛，他叫做弥勒菩萨，是一生不处的菩萨。如果你要讲他是佛，就要讲当来下生，未来来成佛的，现在还不是佛，现在他还是菩萨，像总统候选人还不是总统，
但是他一定会当总统，啊，但是他现在还没成为总统。那弥勒菩萨还没成佛，弥勒菩萨还没成佛，他叫做弥勒菩萨，不是叫做弥勒佛，啊，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。那你是不可能去听佛说法的，对吧？佛就灭度嘛。所以从经典文法就是自己以古为师，从阅读经论中去了解佛法。那这个是佛灭后啊，罗素菩萨时代已经有经论了，像我们现在就可以啊，拿经来看啊，啊，看这个经，看那个经。可是看经也要会看呢，看经你看不懂，你也是自己想自己对。你像楞严经，有的人看到最后就只记得楞严咒，就提着楞严咒有无比的威力，什么都可以降服。那读了心经之后，就只知道啊，那么揭谛揭谛波罗揭谛，好像就有很大的威力，那个就是听错了，看错了。读了普门品，就只知道要念观音菩萨，其他什么都不会。念观音菩萨就保佑你，不对，普门品不是这么说，就你会你读经，但不会解经，你不懂他的意思啊，你误会他的意思啊。他明明不是讲普门品，明明不是讲，那如果有人飘堕罗刹鬼国，念观音菩萨就可以得救吗？那我现在遇到这么大的灾害，我念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来救我，不就是这个意思吗？不是啊，那你自己想自己掉，他不是这个意思啊。他意思是说，假设有人啊要来佛法修学，假如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入大海求取七宝，对吧？你要来佛法都干什么？修功德的嘛。那你修了这些功德，那中间起了烦恼，假使黑风吹起长跑，起了烦恼，让你不是修功德，而是在造业啊，那怎么办？这个时候你要想一想，人家观音菩萨是怎么修的，用慈悲心来对治你的嗔恨心。你起了嗔恨心，然后引发大家都起嗔恨心，大家在那边斗争，不就是罗刹鬼国吗？你就不是堕入罗刹鬼国吗？你就是其中的罗刹鬼啊，还谁是罗刹鬼？你就是罗刹鬼啊！你有嗔恨心斗争，你就是罗刹鬼啊！那现在你起慈悲心，降服你的嗔恨心啊，你不就是解脱罗刹鬼国之难吗？他是这个意思啊！哪里是你遇见恶人恶因恶缘，你就念观音菩萨赶快来救你？那不是这个，啊，这个是你自己想的啊！他经典不是这个意思啊！所以我们基本上虽然读经，你还要怎么样？你还是要引起善知识，因为佛法无人说，虽会莫人解。真正懂的人跟你解释他的道理，佛法无人说。所以你虽然很聪明啊，事实对中，虽然很聪明，你不能够真正了解他的意思是什么。就是很多是这样的啊，所以你会看到他是读经，可是他误解这个经典的意思，甚至他就不知道原来这经典的意思是什么。很简单啊，以前阿难要入涅槃之前，遇见一个比丘，在那边念一个《法句经》经，《法句经》啊，佛陀没有把佛陀说的话，用一个记一个记流传出来，有点像《论语》啊，啊，就一个，啊，即说不会误事语，有点像这样这个记嘛，行有不得还求诸己，啊，有点像一段一段拿出来，那叫《法句》。那另外一个比丘在念《法句》，就是修行的方法。若人生百岁，不见水老喝，不如生一日而等见闻之。意思是说，如果有人活了一百岁，没看见白如斯，不如活一天可以看见他。阿难就说：“比丘，你怎么这么念啊？你念什么？若人生百岁，不见水老喝，不如生一日而等见闻之。”他说：“你念错了，不是这样的。阿难讲法，那应该怎么念？若人生百岁，不见缘起法，不如生一日而等见闻之。缘起法的因跟。”水老后的音，白露师的音，在印度相近，啊，就好像我们念成门鸡蛋糕，
其实不是鸡蛋糕，成本这边几蛋糕，啊、念有一点念错了。我小时候一直在想，成本鸡蛋糕，36把刀，是什么意思？我想很久想不起来呢。成本鸡蛋糕，哦，成本是用鸡蛋糕的，上面有36把刀，700马带把刀，走进成本怀家，圆不上来，这到底是什么？后来长大了发现，成本几蛋糕，36蛋糕，念口音念错了嘛，搞不清楚状况，都念得很高兴的、啊。那个法性经也这样念啊，他们那个白露丝的音跟那个圆起法的音要有点像，啊，就后来就转错了。若人生百岁，不见嘴老二，不见白露丝，不如生一日的见闻痴。啊，你这样念，这样念到久，那什么意思？他也不去想什么意思，反正这样念就有功德。那就想啊，想不出来。看见白露丝，我看见白露丝了，那又怎么样？不是，重点不在看见白露丝，重点在看见缘起法。所以他念错了，他见缘起法，见缘起即见佛，见缘起就得解脱了，这才正出果。见缘起就正出果。你活了100岁，没有见到缘起，不如活一天见缘起，也真的是有道理啊。那你就会讲，那缘起是什么？你就会了解他什么是缘起。那你如果是白露丝，那他白露丝怎么看着白露丝，白露看白露丝又怎么样？所以你不是说啊，这个经这样传，你就这样，你要想，你要如理思维，要想想有没有道理。你不是傻傻跟着念啊，不是啊。所以我常举个例子啊，像阿弥陀经啊，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七日，一心不乱，其了临命终时，阿弥陀佛就是用现在提前。那以前经都用抄的嘛。那个若哈，抄成什么？抄成苦啊。若一日，若二日，那个抄经有时候抄变成苦一日、苦二日、苦三日，啊，就变成阿弥陀经。有一个版本的阿弥陀经就是啊，苦一日、苦二日、苦三日、苦四日、苦五日、苦六日、苦七日，一心不乱，苦七日还能一心不乱。啊，修行要修行就是要苦行，念佛就是受苦。讲得好像有道理，那乱七八糟胡说八道，那不知道啊，你没有如理思维啊，傻傻的跟着修，傻傻的跟着学，根本就不晓得它是什么道理。那很多佛教徒是这样子的、啊，都两用对白，啊，对两德啊，不是啊，你要明白啊，你要明白，博学审问，慎思明辨，你看，人家儒家要修行之前还要博学审问，慎思明辨。我们都没有啊，我们就根本就不明白，不清不楚，不明不白啊。有的念就好啊，念完了就功德圆满了、啊。那不是这个样子的。有些念错了都不知道，有些修错了都不知道。可惜啊，可怜啊，可悲啊。你看，好，我们再往下看。所以他这里讲从经典文法啊，这个是佛灭后才有的啦，从经典上也可以看，但是很多的经典你不知道，有时候自己看也不知道啊。所以假设你自己就知道，你要多闻多闻，然后多想，有时候也会知道，要看很多融会贯通。如果没有，你还是要去问问那个知道的，问了之后也不要就相信，还是要再想，不要人说了你就相信。佛陀有讲了，不要因为权威而相信，哦，他是那方面的专家，他讲了你就信，不一定。专家是专家，有时候是专门骗人家，也很难讲。不要因为权威就相信，不要因为大多数人都相信你就相信，不是啊。所有的佛教徒、阿拉伯佛教都知道，这个回教才是真正的，可兰经才是圣经，阿拉是真神，全部人都这样。可是真的是这样吗？也不一定，不一定。不要因为大多数人都相信就相信，也不要因为传统以来都是这样你就相信，以前的人都相信你就相信，也不要。那要怎么样才相信？要好好的想，然后去做看看是不是真的这样子，然后想想看这有没有道理。也不能够说啊，这个是佛说的，我怎么知道是不是佛说的？就算是佛说的，也有四种心态啊，也有方便说啊，你要把它分辨清楚啊。所以这个
从阅读经论中去了解佛法，这样我们多读了，然后多思维，然后一方面思维，然后从多闻，然后思维，然后去修行，然后再去验证，然后就更了解，其实是这样的，闻思修是修了之后，然后又增加你思维的深刻，又增加你对知识的了解。那所以佛弟子闻法或者阅读经教，多称为闻法。时间到了，学佛法就从此下手。我们第一个一定要先闻法，这个非常重要。很多人都不听经，都不闻法。我告诉你，盲修下来很危险，甚至是事倍功半，用了很多心力得到一点点，甚至还背道而驰，很多是这样的，可惜。因为时间到了，我们大家今天就讲到这里，大家合掌合向，愿以此功德，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一切，普及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，皆共成佛道。